今天还有来宾是来自新加坡的朋友们，而且导演也在这里当我们的贵宾导演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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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部电影是在新加坡的记录是差不多5亿台币，对，两部加起来，因为这部电影刚好呢有《新民正传》第一集跟第二集，所以我们一次呢就一口气就拍了两部啊。一开始有一点是另外一个就是惊讶的感觉，是一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大战的画面，为什么你把一个很大的就是大战的画面放进去一开始的开头？每次看到那战争的画面，对不对？都是美国兵去打仗啊，对，都是别人的兵在打扮打战嘛，对，我就想说，看看如果我们自己部队的人呢、穿着我们的制服打战，被子弹打到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你们的试镜的过程，你们的 casting 的过程，观众朋友们真的很特别，因为好像是你们用过不同的方式来选你们的演员，是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你们的 casting 这个过程？说真的，我们在新加坡认识的多数都已经有年纪的了，你要演新兵的话很难说服人家。那我就说，不然我们这次就是大胆一点，我们从网上呢先抓人，如果有好的，我们就不要放过啊。那就我就成功的抓到了，像说这个我们的王副排长啊，他就饰演这个副排长张志阳，对，很凶的，就是电影里面最凶的是他，对，因为我看到所有的朋友们是当那个演那个军人，大家都是很辛苦，但是你的角色很特别，你就是很会骂的人，那这个角色你怎么准备的？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也是当副排长，所以你们已经骂过，已经有训练过了，所以已经当兵，因为你做副排长的时候你是要很严肃的来管教你的兵。不然他们不会听你的话，所以我在演这个戏就是在重复我当兵做的东西，但是要比较凶一点点。而且你的角色真的是就是还蛮凶，而且是你的角色是比较偏搞笑的。我的角色是他喜欢骂人，我是那个喜欢被骂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还有一个帅帅的演员，今天的跟在电影里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也看到你会觉得是他吗？是。为什么？我如果戴上你的眼镜，我就变成他了。是不是？对。我给你看。我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像？对对对对 ，Hello， 现在真的是很帅。你当兵过吗？当兵过，我大家都当兵过了。你呢？除了他，哇，这样很好哎。我以为大家都当兵过，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聊天，因为我没有当兵过。不要跟土耳其的政府讲，好不好 ？OK， 没有关系，我还在读博士 ，OK， 没问题。你的角色也是很特别，而且是在。这个电影里面会有一个画面让我觉得太感动了，你的头发，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头发的人，看到你的头发，而且是这么帅的头发，帅的这样子，一直在电影里面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画面，这个是刚好比较适合土耳其我们的国旗嘛，啊，我看一下，哦，你们找到的真的非常可爱哦。OK 哦，你现在可以给我们看好不好？我跟你学，怎么演的那个画面，甩头的那个甩头的这个啊，对，怎么演的？你要这样，你要 step one 啊，你要很你要很那很严肃，很严肃嘛，这样我不会很严肃啊，可以，很严肃吗？可以的，很严肃的。可是你可以骂我一下吗？你骂我一下，骂，剪头发的时候你严肃一点。就不用了，不用不用剪，他甩就掉了。这是不简单的，但是拍这个电影里面谁的演技最多呢？就是这位。那场戏他没有 NG， 其他戏每次都很多 NG， 20多个 NG。为什么？有一场戏他只有一句台词，然后他讲了10多次吧，然后梁导就骂他十几二十次。对，他们 NG， 但是我觉得是没有关系，我在这里唱唱 NG， 每天有很多 NG。你跟我可以做好朋友了。可以啊。你的 NG 呢？是你只是一个人嘞，他一 NG 是几十个人要跟他一起重做了。可是我又是 NG 的话，你看吧，里面很多人会骂我哎。我们的制作人也在那边。你们现在已经开始习惯当明星吗 ？Movie star 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有。其实偷偷开始，因为我们都没有想到电影会那么成功，所以我们出去，然后突然间有人来找我们拍照，然后我要跟你拍照，可以帮我签名吗？真的吗？然后那种感觉是。
很新鲜，连你有点高兴，但是有点反感。真的是这样子，真的吗？你找对人吗？是不是我？你可不可以跟我？真的有些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比如说我以前牵过一些人，比如说屁股啊等等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真的有这样子？我没有，我们还没有牵到，还没有的。对，我觉得是你们的电影就是越来越红到国外的，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。现在这个所谓的帅哥里面，目前是谁最喜欢唱歌的呢？就他。哎呀，来到台湾的观众很喜欢听歌，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首小小的歌呢？一点点，可以一点点没有关系。一头看无月亮天星，人人手举雨伞一支，这就是梦中的台北市，这么迷人为什么？哇！一很成功，二很成功，听说还有三，一定要拍。演员是大概是都一样的演员，不拍的话被他们的影迷打死了，真的。知名的导演刚好在这里，需不需要外国的演员？我可以演外国人，看你敢不敢来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，现在我们一起欣赏《新兵征传》的主题曲。主题曲叫做《新兵主题 Recruit Anthem》，Sit back, relax and check it out. Peace. Yeah, all peace. 下个星期见，我在这里等你们哦。Bye bye.